你今天吃的什么？好，我们开始吧。OK，cool。你今天吃的什么？420克鸡肉，然后3个鸡蛋，150克生菜，75克脂肪。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？啊，今天是休息日。你今天睡眠怎么样？啊，今天在床上先躺了差不多有3个小时左右，然后起来，然后后来又躺了差不多2个小时20分钟左右，然后整个这个过程里边的话，没有打呼，最后白天的时候有个差不多30分钟的小睡。你今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？极小的这种变化，然后再加极大的这种尺度，是这个商业创新里边的核心。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？拆书投稿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写作形式。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思考这个决策的时候，然后深入，且仅深入到这样第三层。你今天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睡眠。这个优先级的话，相对于其他事情的优先级来说降低了。你未来想做什么？继续打破这个常规，然后走这种不寻常的路。